乙双方眼中的自己，乙方眼中的自己。仆人，甲方老爷您请吩咐。被婆婆欺负的小媳妇儿，我以前干乙方的时候比你强多了，您说的对，哭就知道哭。太监，客户皇上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换换，换个方案吧。被辜负的琼瑶女主，你要的氛围感、多巴胺、五彩斑斓，我通通都给了，可你却还是不给通过。你让我难堪，让我羞赧，让我无力承担。乞丐，行行好，这个预算就别再压了，能做能做能做，多少都能做。宠物犬，这做的什么破玩意儿？老板，我再改改。补习老师，您家的宝贝什么资质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能做到这个成绩我已经尽力了。真正的内行，甲方懂个屁呀、啊！行业先驱，只要有这样的甲方，我们的行业是不会好的。匠人精神传承者，好方案急不得，慢工才能出细 PPT。 回收利用环保大使，前年这个方案没卖出去，正好卖给今年这个客户。小孩子的保姆，乖乖不可以这样改哦，会很难看的。我不管，我就要改就要改就要改、好，改改改。甲方眼中的自己，在对牛说话的人类，最好能营造一些氛围感。听不听得懂啊？被坏蛋骗钱的1818受访者，我钱也给了， brief 也给了，我还跟他们开了5个通宵会，现在就给我这么个破方案，我要把钱退回来。翻牌子的朕，最近他数据一般般，拿掉。那个 X 怎么没在上面？哦，档期满了。不被理解的琼瑶男主，他为什么就是不懂我？真正的内行，他们写的是个屁方案啊。何书桓，我不是天下唯一一个为2个乙方的方案心动的甲方吧。赌王，希望这个8000块的方案能为我们赢回500万的销量。给小孩讲题的家长，这个条件那个条件，你怎么就是不能同时满足呢？我小的时候做乙方这种方案5分钟就做完了。太后，哪里找来的来路不明的团队，泱泱创意行业就找不到人才了吗？乙方的父亲，我怎么会找了你这么个废物？你以为做得差丢的是你的脸吗？